I see myself, or we see ourselves in these figures, and we see the dramas, we see the human, we take a deep look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into the human soul, because we recognize ourselves. And that's something deep that cinema can do.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一一重构杨德昌这个展览计划啊，其实，它的筹办机缘是很特别的啊，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杨德昌导演的遗孀彭凯利女士，她就寄存了一大批杨导的文物档案到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当时其实影视厅中心他们就启动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档案的整理啊，然后把它数位化，包括还做独立时代的这个电影的数位修复。也在这个同时，我跟另外一位策展人孙顺荣老师受到视听中心的邀请，参与这个研究的计划。杨导他2007年过世，他留下来的连电视的作品总共8部，又1/4。透过作品我们去认识他的时候，其实并不完全。所以我们目前其实专注在杨德昌比从他1981年到2000年，甚至之后呢，他做了动画未完成的作品，这中间呢，他创作的过程。重构的概念原来的构想面是叫做 remember， 最早的意思就是透过文物去追忆一个导演。可是当我们把这 remember 这个字拆开的时候，因为 member 是人员。是器官的意思，所以我们重新重组杨德昌的作品文物，当成是一个器官，然后我们重组它。然后呢，从这里面我们在这构思说，那如果今天在一个以现代主义或是一个以当代艺术作为奠基的台北市立美术馆来讲哈，那我们在每个阶段怎么样用视觉的方式，或者说一个当代艺术方式来建构出一个文物型的概念，在这个7个主题的。基础上面呢，想办法去用一个意象区的方式去意念化它，或者说视觉化它。所以，当观众走进第一个展场的时候，固定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双频道的方式、动力机械的方式去做对话，然后呢，让观众直接走进杨德昌的白色恐怖的年代。然后在这上面，我觉得很关键是说。不管是认识杨德昌导演，或者说没有看过杨德昌导演的观众，他在进入他展场的时候呢，会先有一个感受是说，他先进入杨导的世界，他有一点印象之后，他在进入到档案区，他就慢慢欣赏每个档案的细节怎么回应我们刚刚在意象区所设定的一种感性逻辑。好了。那这个展区其实处理的就是最多杨导作品的一个展间。这个展间在说明杨导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透过他的电影去处理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城市作为一种隐喻，城市的意象里面女性的身份还有人际关系还有他们的情感去处理这种都会的一个现象。那展间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我们认为杨德昌不会只是一个视觉性在思考电影呈现的导演而已，而是说他同时得思考声音。所以杨德昌另外一个被大家所称誉的地方是，他其实用了非常多音化错位的方式去表现角色，然后同时发现在文物里面呢有2卷他朗读何所《冰雪纪行》的录音带，非常珍贵。所以呢，我们就在这基础上面呢。用杨导朗读这个信件跟日记的过程呢，然后再穿插杨德昌在80年代电影里面呢，处理这些男性女性他们在生活里面遭受情感的压抑，然后最后解脱的过程。1991年，杨德昌导演拍完了《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他其实他还去导了2出剧场的作品。在1993年的时候呢，导演了《成长季节》，那《成长季节》基本上就是为了
独立时代而准备的一个剧场版的作品。所以很特别的是，他在台北的凯悦饭店发表这个《成长季节》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也同时宣告了独立时代这部电影的开镜。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他不同的创作的媒材之间，事实上是有交错跟关联性。所以我们在活力喜剧家这个展区里面呈现大家很少认识的曾经导演过的四部剧场的作品。我跟俊杰馆长一直在讨论的什么是电影展览，然后什么是电影展览在台湾。我会这样认为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严格来讲第一个在台湾做的电影展览，所谓的 cinema exhibition。 这 cinema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可以被触及的物质性的东西。当我们讲影片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CD 嘛，它可能是一个胶卷，可能是一个剧本。可是当我们讲 cinema 的时候，它可能涉及的是一个导演的电影的思想， cinema 也可能是台湾电影工业的状况，它也可能是这个导演怎么被创造性的提炼出来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他怎么样被何所所激发，所以进而想要成为一个导演。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电影展览，以杨德昌为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呈现说，明明他只拍了八部又四分之一的影视长短片跟四个剧场，所以我们可以概观论定说杨导就只有这些作品跟没有做完的动画。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展现出三四百件的文物去支撑他这些作品，是因为他的电影文化其实奠基在这些文物上面。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电影展览的，其实就是用这些文物的方式去支撑他抽象性跟背后那物质性的作品。在国际上面，我们从七八零年代就已经知道有非常多知名的大导演做过在美术馆里面用这种展览的形式来呈现电影的回顾展。电影是一个集各种不同艺术为大成的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那它在美术馆里面的呈现，它不但处理了这种所谓视觉影像在美术馆里面的方式，而且他也把一个有成就的电影导演，他怎么去透过他的学习背景跟他的创作思维，让我们去重新认识这个导演这么丰富的一个创作的历程。